剧《First Love》初恋上线后掀起热烈讨论，其中饰演男女主角学生时期的演员木户大胜、八木利和子也成为观众眼中的完美 CP。八木利和子近日分享一系列照片，只见他除了专门到唱片行购买宇多田光的《First Love》新版专辑之外，还特地去有初恋大型看板的路口、地铁站拍照打卡，模样相当可爱。另外，木户大胜也分享初恋的寻礼心情，但就眼尖的网友发现，木户大胜也同样去了唱片行购买宇多田光专辑，地点似乎跟八木利可子去的地方一样，甚至也在同一大型看板处拍照，让不少网友纷纷留言问道：真的没有在一起吗？是一起去的吧？连帽子都一样，根本是情侣装，感觉已经不是巧合了。众人也都疯狂敲碗喊两人在一起吧。